我在香港，遵守了所有市民的要求，没有有任何，这个违法或者说，引起争议的行为，然后我觉得我不应该，受到暴力对待啊。愤怒、痛心，因为我就是香港人。那香港是一个什么地方？香港是一个最安全、最有法治的一个地方。现在弄到连记者也打，他们不是说那要新闻自由吗？那为什么记者没有自由去拍新闻吗？还有，不是要捍卫人权吗？记者和旅客都没有进出机场的这个人权吗？我们反对暴力，我们需要和平，香港需要和谐，我们支持警察严正执法。